想到全球体坛盛事，当然就不能忘了四年一度的奥运比赛啦。明年将会在英国伦敦所举办的奥运比赛呢，不仅会受到全球观众的注目，甚至呢，就连马里奥还有音速小子也会同场竞技，一较高下呢。所以喜欢运动游戏的玩家，也可以和这些电玩明星一起较量较量哟。四年一度的奥运，2012年将在伦敦举行，想必又会掀起一股运动热潮。而游戏公司也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纷纷推出与奥运相关的作品。而任天堂以及 Sega 公司继之前的携手合作之后，这一次又将三度让旗下知名角色马里奥与音速小子两大系列中的人气角色齐聚一堂，以伦敦奥运为题材，让玩家体验轻松趣味的奥运竞技。游戏将收录多种新竞技项目，并且融合两部作品的世界观，创造出特殊项目。而 3DS 的版本也将利用立体显示功能与独有的操纵方式，让玩家体验与家用主机版本完全不同的游戏性哦。